詹姆斯领热火挺进第七战，抢东区冠军。迈阿密热火队以98-79痛宰波士顿塞尔迪克队，3-3追平系列赛，为热火保住晋级希望。小皇帝暂时摆脱软手王的称号，展现惊人爆发力，砍下45分。球队挺进系列赛第七战，同时也让热火教练史波施卓延任至少2天。倘若热火击垮塞尔迪克打进总冠军赛，他们将对上年轻的奥克拉荷马队。小皇帝和热火队还得加紧练球，如果他们真想打赢气势如虹的奥克拉荷马市雷霆队。当然迈阿密还是需要那些犯规和装死以及裁判们的放水咯。你认为今年球员们装死的情况越来越夸张了吗？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。刚才影片你还喜欢吗？赶快帮我们按个赞啦，或者是帮我们收藏到我的最爱。